今天我们要来单攻自家养大山，凌晨两点半在流龙头集合。好，自家养大山，单攻开始，海拔陡升1700啊，这是要挑战自己的能力。昨天去合欢山主峰走了一遍，下午到离山的环山部落。我们这次住的是环清宫，因为西马农庄已经客满，只能选择比较远的环清宫了。过吊桥了，嗨嗨，过吊桥了，嗨嗨。过吊桥要投递入园证，每天名额100人。哇，爬山那么多。很冷，长长的很冷，溪水照不到，太暗了。这里旁边是溪流，这个水流的声音很大，注意哦。这条溪是斯界兰溪，一开始的3.1公里是沿着斯界兰溪而行。自家养大山位于台中市和平区鼠雪霸国家公园，制高点3345公尺，属于雪山山脉。南边有大剑山，北边连接雪山东峰。要注意，山顶有颗3等三角点，位于3289公尺处。注意注意哈！自家养大山因位于泰雅族自家养社今环山部落而得名。过斯界兰溪3.1公里以后，陡上1700公尺。好，我们现在往自家养。好，开始，我们要陡上了。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哦，就马上要上切了哦。有吗？嗨嗨嗨！这叫什么？秋哥的运动日常。啊，不是一轮哦。厉害，大姐，厉害！日出了，现在快，对，现在快要5点。哇！我们现在走到3.8K，我们还没走一半。现在3.8左右，我们现在还没走到一半。对啊，还有8.5。对，自家养号4点多，哎，加油！我们这次有7位成员来爬自家养大山，领队是雅慧姐，还有元清哥，再来是美玉姐及秀梅姐，还有邱大哥以及黄大哥，不错哎。对。很不错哎，嘿呀，都是地毯哎。对啊，又松针的地毯。我们这次分为2队，第一队为邱大哥、黄大哥、秀梅姐还有我，第二队是雅慧姐、美玉姐以及严青哥。这个字哦，4.4K。我们到4.4，哎，我们超过一半以上了。对啊，很棒哦，我们很棒哦，继续前进哦，加油。我们快到5公里了，太阳出来了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自家养大山单程8.3公里，6个小时到达算正常的。秋哥，加油！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加油加油！总辉哥好强，真的。6个小时之内登顶算勇脚的了。哦，我们已经走了5公里了，雪山主峰7.5，自家养山最高峰我们大概。还有3.3，后面给了洪大哥，耶，赞，加油！还有3公里，我们各位3公里很快，慢慢来哦，加油！我们再拉绳子了，
接下来几乎都是不断的陡上。还有三公里啊，三公里陡升一千，对，三公里陡升一千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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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， 哇，好漂亮，难得平坦的路，就像八仙山一样，给你一点福利，等一下要开始，对啊，不过这里的林相我很喜欢。我觉得这里很舒服，走起来很舒服，它路也走起来也不会说很难走，所以我觉得自家阳大山很感谢秋哥他约我来，真的太感谢了，要不然我一辈子可能也不可能来这里，呵呵，对不对？你看早上那个阳光照来很漂亮的，金色的，然后今天天气又不错。主要是秋哥人品好啊，秋哥人品好，他出来都出大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秋哥人品好，我们希望今天到山上可以看到大景，能够顺利下山，大家平安。持续陡上，我们现在到 5.5， 再来。我们只剩下2点多公里而已，这里是考验耐力啊！快要到了哦，秀梅姐厉害，哎呀，大家都好厉害，还有黄大哥，还有邱大哥，邱大哥加油哦，你行的。我们快到赛良九营地了，现在是 5.8K， 6K 就是赛良九营地了，漂亮，总里程 8.3， 我们现在 5.8， 我们剩最后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看看有名的赛良九营地长什么样子。几点了？我们大概到 6K，很漂亮的，这里的路比较平，比较平缓。我们要到赛良九营地，我们这里就快到赛良九营地了。对，硬哦。我们现在6公里还有2公里，我们就可能要陡升，陡升，现在海拔2550，好像7点多，我们还有陡升。哦，哎，我升800，你好，好，继续前进。哦，继续走，继续走啊，加油啊！各位，最后2公里还一鼓作气了，还有2公里，2公里，哎，过了赛良九营地以后，持续的陡上，下一站的目标就是朴丹营地了。路上有许多的巨木，又有松针的地毯，走起来像马伦山一样，非常的舒服。虽然不是说抖到哪，但是时不时就来给你个抖了。果然是自脚痒，你脚如果痒的话，你可以来爬看看。那什么？此时我们已经渐渐体力不支，大家逐渐变得沉默，而且我们也是用意志力在爬山的。
终于来到了 6.9K， 此时海拔已经上升到3000以上，现在每走一步都会觉得呼吸急促。哦，这里的视野好好。哇，好漂亮的山。来到这里，看到那么美丽的风景，脚下的疲惫感瞬间消失。哇，自家阳山，我们现在在 6.8， 还有一点多，我们要上了。剩最后一里路了，我快到了。哇，这里好漂亮，一览无余。持续的陡上，我们大概还一公里。哦，快登顶了！我跟黄大哥，我们两个，修哥他们不见了，到时候再等他们。哇，好大！加油，继续前进，自家阳大山。早上8:57到达基准点，到基准点拍个照。此时黄大哥的车尾灯已经看不见了，还有最后300公尺，加油吧！拖着沉重的步伐，一路上很多山友给我鼓励，都说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。大家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，果然不错。旁边就是雪山山脉。于9:12到达最高点，与黄大哥会合之后拍个照。黄大哥说他大概9点就到达最高点了。在登顶的路程中，也有看到雅慧姐的姐姐跟姐夫，他们不到9点就到了，果然厉害。最高点的腹地不大，所以我跟黄大哥决定到达基准点休息了。台山雕点泡面，我们现在自家养大山，单攻成功。到了基准点，看到雅慧姐的姐姐跟姐夫两个人，自家养大山，我们最厉害的两位。随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下山了，在路途中还遇到雅慧姐他们。从自家阳大山的基准点看着中央山脉，实在是让我太震撼了。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台湾的美丽。眼前的山，镜头看起来好像很小，其实在我眼里看起来非常的巨大，让我感觉到人类的渺小以及造物主的伟大。这次真的是要感谢雅慧姐及邱大哥，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。我站在这里驻足了良久，心中只有感动再感动。这个回忆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不久之后，各位大哥大姐也陆续到齐了，大家在基准点上合拍一张。在基准点上，我们休息了很久。这次自家阳大山单攻全员到齐。11点，我们准备回程了。此时身体是疲惫的，但是心灵却是愉悦的。登山就是有这种迷人的魅力，让人一去再去。台湾，我们的家，这座3600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，有着100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登山才能体悟台湾的美。赛良九营地 6K， 我们到赛良九营地了，我们要准备下山。公平成功，准备下山了。对，我们要下山了，我们到赛良九。赛良九营地。回程的途中遇到了高山协作，他们背着沉重的物资一步一步的爬上来。
大家看到了，都主动的让出一条路让他们过，而我也对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你们这个几公斤？50多。50多，可以跟你合拍一张。下山的路途上，不停的回头望，心里想着我们到底是怎么爬上来的。哇，走回来了。水好大，啊啊！小心哦，慢慢走，哎，慢慢走，哎，小心哎，好来。高山高丽菜那么多哦，你要把这个给摘了。哦，这宝干差不多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好，今天就结束我们的自家阳大山的行程，已经到了。这里就是零 K。白姑，说错了。自家阳山，成功！耶！